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陶喆，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，2018年狗年旺旺旺 ，Year of the Dog， yeah。米兰时间2月24日晚，中国新生代演员迪丽热巴亮相某品牌2018秋冬高级女装礼服系列时装秀，并在头牌观秀和两位设计师亲密合影互动。当晚，迪丽热巴头戴皇冠，以一袭黑色薄纱修身长裙连衣裙惊艳亮相，展现出女王迪的优雅气质，身形妙曼婀娜性感，格外的吸睛。不得不说，来自新疆少数民族的迪丽热巴颜值是真的高，精致的五官十分立体，符合我们常说的三庭五眼，而且她的身材也是十分棒的。再看看她米兰时装周的造型，着实是太惊艳了，一条黑色的抹胸薄纱裙将迪丽热巴的好身材展示得淋漓尽致，这条小黑裙上身部分设计成了绑带的款式，更加凸显了热巴纤细的柳腰，简直是秒变小妖精的节奏啊！雪白的皮肤穿黑色的礼裙非常的漂亮，显得高贵而典雅，画上粗眉红唇妆，再扎上丸子头，脸颊两侧还稍稍留几撮刘海修饰脸型和五官，热巴的高级脸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，头上戴着的金色皇冠还有红宝石镶嵌在上面，非常的好看，真的有一种女王大人的高贵感呢。结束米兰时装周后，迪丽热巴称自己将投入工作中。了解更多资讯，就请关注其。